咁點解你唔買翻塊啊？去邊度買啊？嗱，你塊踏板咧就其實可以去咧，你可以去咧，你就即係我自己都得出口啫嘛。你可以去柯達買嘛，你可以去富士買嘛。咁一般學生仔去邊度買咧？咁所以咧，我哋大膽咧，我哋展場啦嚇，而家咧嚇。是唯一一間公司唯一一個地方是可以有拍板賣的，不敢說話對電影界做些什麼，我希望這個小孩子拍的都應該有拍板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，我自問我都落了不少心機，都是非常精美的一個拍板，是可以給大家用的大小的拍板，現在是唯一在香港來說，在我們教育展場有這個拍板賣。如果你有資格買$35一塊，但是我大拍板$100塊，細拍板$100一塊。咁如果大家係有興趣嘅業界，如果知道有同學要拍嘢，如果冇拍板嘅，你都可以咧係嚟我哋展場啦，或者同你哋啦。好，下次送啊！咁賣廣告喺到呢度啊！咁依家咧我唱歌咧係歡迎大家聽嘅，咁梗係聽啦！你幾時能夠唱歌？不過以下一首歌咧，我覺得咧係好適合喺呢個時候唱嘅。是羅文的《獅子山下》，因為這首是很代表到香港人打不死的精神，這首是非常好的勵志歌，多謝大家。Oh, my God.